在你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所有的被拐孩子都能找回来，都能找回来，天下无拐。他这个学籍什么的我根本就不懂，昨天我去接孩子的时候，然后学校里就让我签了个字，我相信回到深圳很快，应该是今天或者明天，深圳教育局会公布。你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所有的被拐孩子都能找回来，天下无拐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早上的时候我就准备出发了。这功夫我们都要看，我们都没让他跟来。在这里，我们两口子感谢你们啊，谢谢，我们给你们鞠躬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散会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